那吃饭我不吃，你可给恁奶奶酒哈。嗯，恁得去夜里，去夜里卖一袋儿棉吧，没了棉了。哎，就供不着这摊儿棉花。没提呀，我没提呀，没了月了，没了提了，卖些棉。没了急了，别人充急了，走了没一棍儿都花了。孩子妈，可都是了，走了哈。我都啥的时候都有了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一天个活行。不是，你说人家我听你那妈子说了，超过15年了就不能使了，危险了这。咋子就换没使了？我估计那人花了他吧，也都是花了性子了。俺要去借。那个啥嘛？不用给谁了，你那个谁吃了？不用再来这弄这叫花了性子，这叫暗算。咱爹早时候也花了，我想着不说早就花了。哈，咱这花了这啊，咱花这咋回事？不能是的，你就岁数那个回事吧，咱一饿就中了。想着花也不舍得花。哎，不行，好，不想花这咋回事？我家买咱没事多少事。哎，有钱的不问问你们，他不归了，不知道咱花也咋。对。我反正你都花都花吧，不我啥事也多，你都后过去。就是。对没有弄棉布袋是不是？嗯，待会弄一下。然后因为正常天气这样，一批的快递。中。嗯。嗯。能装就装袋儿。那你今天给你装麻袋儿去，有节气耍节气。耍节气，装麻节袋儿。赚不了100块钱。嗯，赚不了。好，你给我放一只可乐是吧？走吧。那人干了2块钱是不是？这就是七十多岁的正常的。你这收酒馆不是？不要酒馆。这批货一人多，有那红外线，像是那啥。还有这么一种东西，那边上就说他不够多。别用心了，就到弄好了要好点。要大的一种。你上咱们一个一门车才能。但实在是吧，要大的一种。你有没几个人还是上的？嗯。对，要大的上的。两孩儿要上的了吧？做好清洗，当然就可以说80%了，20%了这个。知道好清洗啊。啊。这就不会再便宜了。不便宜了。一套都有了吧？两个人单房。500块钱是吧？差不多，能不行了。500块钱，就那人吧，500块钱就让人给他摇头。中了。那就这吧。那就这。那咱回去等着去。中。今天晚上就是是啊，但是今年晚上呢，轻松提了。是啊，
对吧？花了，给人家说着说的花了，我不是说，真不养气，敲了笨蛋，他大辈人家也不瞅着。